はいはい、何が他の保育が他、はいはい、我们按照惯例要来点一下吃的，嗨嗨，我知道我一定太早开，你们都习惯我晚开了，我太准时，你们反而不习惯。嗨嗨，六点了，提早三分钟，六点半。Really? 六点半，我写六点半。哦、oh, ，我写六点半，我怎么可能写六点半？我写六点啊，哈、oh. ，那我们可以就提早三十分钟吗？那我们就提早三十分钟吧。我怎么可能？我上面写六点欸，我对不起，你们介意吗？提早，没有，不是姐姐写错，大概率是我弄错，大概率是我搞错了。对，这不是姐姐的锅，这只会是我的锅而已。这不会是姐姐的锅，大概率是我的锅。应该是我行事历跟那个交出去的时候，因为我改过蛮多次，因为那个时间一直改一直改，因为一直不行一直不行，然后一直改一直改，然后改到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。嗨嗨，那麻烦大家告诉大家，太麻烦了，我要来点食物，我等一下又要忙了，每次都要抢时间吃饭饭，我现在还在想好吃那个，啊，怎么都看起来很好吃啊？看起来都很好吃，你们推荐要吃什么？我看到那个很好喝的酥皮浓汤，超熟，超熟。但它的那个很还好，它的饮料还好。附近没有外送伙伴提供服务，人家想吃哎、欸，可恶！我很想吃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这样嘞？人家想吃炒手哎、欸，把它放后面一点。我有补染了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你没有发现我不染了吗？鲜肉红油炒手，鲜虾啊，但这也好贵哦。头顶没有布丁了。我原本要染粉色，但发现我头发已经负荷不了了，于是乎就变回这个颜色。外送伙伴，你可以帮我绕去那个附近吗？我想吃。我找到一个，真的的。嗨嗨，洗头哭吗？头发要被揉顺。对啊，但我把马尾拆掉。谢谢天灵的啾啾你哦。耶、yeah ！没想到益生菌今天居然会出现呢、欸，好意外，好意外。谢谢马铃薯的。让小宝风顺足，黑色地方不见了，它也变回一样的颜色了。谢谢老沙的让小宝风顺足，谢谢老沙。
我有跟你们说过我很喜欢吃甜披萨吗？谢谢老沙的浪小宝风世族。哦，我没有剪头发哎，因为我一直想让它长长，算了，要不就是更短，要不就对超短，要不就很长，要不就很短，没有介于中间的。谢谢欢迎的是浪小宝风世族，谢谢伯君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马吉斯的浪小宝风世族。到底要吃什么？好饿，饿，咕噜咕噜咕噜饿。我一定是打错了，我怎么可能打六点半？我一定是打错，大家真是不好意思。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嗨嗨，布丁，对啊，这个颜色，我你知道我已经重量了，我不是跟我的发型师，就是我现在都去给同一个染，然后我就跟他聊聊很多天，然后平常会就是买什么蛋糕啊去给他吃，然后他就是他也对我很好，就是他护发都不算我钱，然后就是我们变成有点像朋友这样子，然后。他也知道我是偶像，然后我刚刚讲什么我忘记了，我刚讲到哪里完了，这记性，他还是要吃牛顿，要不找找看有没有我喜欢吃那家，但好像没有，没有，对啊，麦当劳涨价，好。重量哦，对我重量，就是他就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我原本染比较浅一点的粉红色，然后就我们发现染不上去，就说啊没关系，那就帮我染深一点，然后就是长布丁头就不会这么明显这样。对啊，麦当当又要涨价，麦当当不要再涨价了。还是没有外送伙伴，有没有外送伙伴可以帮我寄去那附近？染不上去，不是染不上去，是底色不够浅了，没有那个颜色。套餐一次涨10元，不要再涨了。我送。多蜜蘑菇酱牛冻，还是要吃牛冻？好犹豫。昨天还是麦当当，麦当当一加一真的是天使般的存在。今天只播一个小时哦，等下还要忙别的东西，要忙。订餐，对啊，我是李家订餐担当。双层牛肉其实不好吃，单层也可以的。吃线人群哦，没关系，我还好，我就想吃我想吃的，但是我想吃的没有。对，冷到大家都叫外送，真的很冷呢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天哪！要吃什么？你们可以给点建议吗？你们晚餐要吃什么？但我其实现在已经尽量不要点外送，因为点外送好贵。哎，点开我以前都外送点什么大叉屋啊，然后就是某泰式料理的餐盒啊，然后点一些什么拉面啊什么这些，现在都点小吃了，从良了从良，要存钱了。哎，不是六点半，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写错时间了，应该是这个时间。一加一没有玉米汤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可以没有玉米汤 ？Hello， 哈里桑，我想吃炒手，刚吃完饭，过分，给我出去，出去！沙鲁真的学坏，跟着糖糖们学坏了，这样糖糖当久了就可以。就可以横着走了，是不是？一三一张券，我现在对我在努力存钱，
现在好像差不多一小。涨价后没有玉米汤，太过分了！怎么可以没有玉米汤呢？哦哟，还是要吃汤包。哦，虾饺哎，嗯，好犹豫哦。九层塔汤包，这种感觉很邪恶。今天很早起床耶，还在塞车，没有马上回去哦。虾饺。哦，七颗，七颗会饱吗？七颗感觉不会饱。但汤包好像不错，没有，我没有特别差哎，好贵哦！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真的是就从良了，不再乱花钱了，才怪。我们把钱花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上面。谢谢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浩强，谢谢浩强的救救你哦。谢谢，对不起，我刚刚错过了，对不起。对，我吃饭也从良，我要当省钱小贩。对，我以前都乱花钱，我要从良了，我不能再乱花钱。谢谢天灵的星球大探索，你没有发现我的刘海变齐了吗？没有弯弯着。好像是两人。我想吃那个啦，有没有外送人要帮我骑去那个？我们都要自取，不要自取。人家就想吃吗？不是掉酒，不是，我剪短一点点。他帮我剪短的，谢谢大风的告白气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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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酸辣粉。大家推荐吃吗？谢谢抓可能救救你哦。我真的是不要一直ban掉人家的啾啾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吉拿棒，我跟你们说我很喜欢吃吉拿棒吗？吉拿棒好好吃呢。我再点不到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没有，我也不能生气，没有什么好生气。有没有人要绕去附近帮我送一下外送的？用吃真的是吃饱。我就很想吃红牛炒手，还是要吃干拌面。干拌面好像也不错。但我就想吃红牛炒手。难搞的人，难搞的人，一粒粒难搞。就是到底啊，这点就没有外送员了。有糖的，但我就想吃红油抄手的那个干面。我刚在走路的时候突然想吃，你懂那个很想吃的感觉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红油，对，红油抄手面。有鸡汤，我有炒饭，但我昨天才吃炒饭。我都感觉很好吃 ，Pasta Cafe， 晚餐决定，我已经决定晚餐决定了15分钟了，我再不决定完，我等下就不能在直播室，我就没有时间吃。哇，韩式饭卷，我每次就觉得韩式饭卷的金额有点没有很友善，对，但是我应该吃一下蒸饺。蒸饺好像蛮可以的，
但因为那一份就要100就好贵了。我什么时候成为这种就是省钱小搭了？你丽丽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序号那边卡住吗？因为我很想说在哪里填序号，但是七七又一直帮我接话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就接不下去了。我每次都自己吓自己，真的是。我只要有人在等我的时候，我就更讲不出来。我知道拓元，我就在讲出拓元，但我就想说我到底要讲那个序号的网站呢，还是要讲拓元，然后我在那个短短的几秒钟内就是想说我到底要讲哪一个，然后就七七就帮我接下去。到底要吃什么？我要来看我刚点的最爱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没有我也没办法。我给你赚我的钱的机会，好，你失去了我最爱商家。我要来点，谢谢虫的告白气球。你失去了我。要加辣吗？好，加一下辣。加辣请备注啊，他没有给备注。再给备注一个机会。能不加辣？就是馄饨面。那羽绒是新买的吗？没有，那已经买很久了。那件已经买很久了，谢谢平平的告白气球，谢谢，谢谢 Dragon 的啾啾你哦。陈老板发家暴，我来看看。嗯，我在看工作的东西，等我一下。剪睫毛，对啊，因为我彩排没有加睫毛，所以你们在修彩排图的时候就发现眼睛比较小，嘿嘿。我们就发现眼睛怎么这么小，他们眼睛小了一点，对，因为我没有画睫毛，他们就觉得啊，怎么偶像长得不一样啊？
干嘛？我想要搬起来不是更冷吗？但因为我们就是想说风很大，对，搬起来就是比较不会变小薄。太久没看到了，对啊，我头发染深就看不到我了，是不是？那少数玩也不舒服，那赶快休息啊！不要，请不要玩手机了，不要玩手机了。彩排看不到栗子眼睛已经常态了，谢谢。还没有到成一小人海，真的。对啊，有不然呢、啊？最近都一直请假没去上课，嗯，汤哦，吼。翘课，老师拼命翘课。拼命翘课，好。我在打大顶，没有我，他失去了我。我在看那个人，我在看真娇了，紫布丁头，翘班。好，益生菌翘班，但益生菌很开心吧？今天可以看到我跟绵绵。你们觉得我，一笼八颗吃得饱吗？你们觉得我要叫汤还是叫小菜？今年前我今年不看，爆热的那种。小菜跟汤不行，那太奢侈了。太奢侈了。点都点，大食怪，谁是大食怪啦？那刚好超过明日标准点哪个？哦，我刚刚点一些别的，我有凑，现在187，对，现在187，但是呢，就187块，但是199免运，然后汤的话一碗要70块，然后小菜的话50块，看汤感觉很爽，嗯，不想也是，都点哦。嗯，汤也太贵，蛮正常的吧？现在汤不都这么贵，是我选汤。鱿鱼哦，有60块的啦。蛤蜊排骨汤60块，香菇鸡汤80块，萝卜排骨酥汤70块。我等一下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，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，就是关于吃的。我等一下跟你们说，等一下。就是，我之前大家有吃过小南门吗？小南门的套餐，然后它有一个是排骨酥汤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排骨酥汤里面是萝卜，然后我上次就请别人帮我买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帮我，就是跟他说要那个有萝卜的那个清汤吗？
然后他就这样帮我点，然后说因为我有忘记他是应该是排骨萝卜排骨酥汤，这样我就跟他说你就帮我点那个萝卜排骨酥汤，然后那个朋友帮我点的时候就说给我一碗那个萝卜排骨酥汤，然后店员就说萝卜我没有萝卜啊，我没有萝卜排骨酥汤，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冬瓜。Why？ 它就是萝卜，它里面应该要加萝卜才对啊，萝卜应该跟排骨酥一起，你知道吗 ？Why？ 没有，我以前吃过，但我一直觉得它是萝卜。我真的不懂哎，为什么不放萝卜，为什么要放冬瓜呢？害我很丢脸。然后我一直以为它是萝卜，每次吃都吃得很开心，我以为它是萝卜。然后回来就被骂了。好，我决定好了，我要 share 一个相簿机。诶？小朋友们该检讨，请检讨，把它换成萝卜，萝卜比较好吃。您可省下30块。好，我要点了。我现在每次点太贵，我都会觉得很心，就是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钱包。好了，萝卜比较脆，就是口感其实不太一样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认定它是萝卜，它就一直是萝卜，直到人家跟我说的是冬瓜，我才哦，对，这个口感是冬瓜，我以为它只是炖的很烂的萝卜。对，我想说，它就是炖的很烂的萝卜，我也没有怀疑它。对 ，share 就便宜多了。朋友代替你承受了老板的眼神，老板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乱以为它是。赵先生，恭喜外送员。两个味道差很多啊，但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萝卜，就没有多想。我想说它应该是炖的很烂的萝卜。那我们点完了再看看我想吃的那家有没有。外送员，我点完你才回来。你家狗刚走路都会真想吃吗？外送员。怎么可以这样 ？I'm so sad， 你不可以这样。有没有人要吃？我把那份卖给你。我人生好难，太难过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来看他开到几点。谢谢 Drake 的浪小宝风世族。
是无缘了，我们无缘了。谢谢看你的提篮盆花，对，宵夜也不行，无缘了。再回答心爱无缘的操守那不爱那么外送员丢被当家。谢谢冰特选的告白气球，我爱把头轻轻算了，我掰不下去，妈这样子在家那就不好吃了。谢谢西西的自由包包，超收集些蠢子吃饭真的，我连宵夜都没有机会，太过分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吃一下蒸饺。谢谢益生菌的带你去流浪，益生菌是今天有看到我们很开心。谢谢天灵的遇见你会员票，谢谢天灵的遇见你会员票，晚安爸爸就一封好的。谢谢天灵的好多会员票耶、yeah ！谢谢洛克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。还有明天的机会，谢谢林良的伟硕梨，蒸饺也好吃。过去就见一次光，人的故事我了一半。再会了。再会了，心爱的月亮。公司处理完了吗？我们没有结果。如果我说爱你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爱什么害怕什么，快牵起我的手。如果我说爱你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。谢谢阿贵的告白气球。爱什么害怕什么，快牵起我的手，我将手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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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现开了哦，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因为我六点就开了，我播到七点。谢谢大风的香槟 level 八，谢谢，谢谢大风的香槟 level 八，耶，谢谢。还讨厌吃晚餐，好突然想喝牛肉汤哦！我自从去了台南喝了牛肉汤之后，真的是还想再喝哎。到家的你心里啊、还不到回家的时候，笑死，很远，很远。谢谢欢迎认识蓝色烟火。就吃牛肉面，但就想喝牛肉汤，我想要喝牛肉汤，牛肉汤饺。但我不喜欢吃水饺类，但我刚叫了蒸饺，对，因为我想说它比较便宜。吃完火锅了，哦，小安推什么？小安，不对。你刚给我吃完火锅没有？你应该刚刚结束，立马回家洗澡、洗头，你会感冒，你真的会感冒哦！你的刘海已经湿了又湿，湿了又湿，一湿再湿，你真的是赶快回家。然后来上班了，大写震惊，真是没有，真的是没有雨衣，真的先不要，有够可怕的，大家不要淋湿哎，任何人都是。大家请不要湿湿的，然后又跑回去上班吹冷气。不对，现在不用吹冷气就够了。对，你们要赶快回家冲热水澡，洗身体，冲热热，泡热水澡。对，所以快乖了，没有还有半个小时，还有半个小时。由于但是懒床，不可以懒，不可以懒。谢谢北园的浪小宝风水族，把车上冷气关掉，还敢说？厨师跟冷气就相机，对啊，雨好大。买了这个相机，算没有人跟雨衣，啊不，人跟雨衣要穿雨衣干嘛？人跟相机都要穿雨衣。米其林宝宝，不是米其林宝宝，我不是米其林宝宝，我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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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耶耶！真的啦，小安，你就是一个人在那边拎鱼一直走。对，才我们一开始没鱼，然后彩排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啪啪啦啪。都有一件雨衣，对，以后你们的必备除了应援伞，还有一颗足球以外呢，还要再多带一件雨衣哦。彩排完全来不及穿，开着飞机，365天不停飞行，可以不要再足球。高价转售。人生的防水功能很棒，不要用这种方式测试。就像纸飞机承载我愿望，不问来时方向，不惧眼前难题，在风中拼尽全力，朝着向往的前方，别在意距离，要勇敢追寻，怎样去任性，最终又降落在哪里，这才是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，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，365天不停飞行。谢谢光泰的挚友抱抱，是你们像你可能就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还好，今天没有上一次那个叫什么阳光，阳光真的是冷到爆，阳光真的是你站在旁边都会讲的那种冷到爆。嗨嗨，抢红包的大家，我是 AKB48TV 的李佳丽丽子，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可以追踪我还有我的 IG 哦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就开始下雨，这套比运动会那套还厚了一点点点点点，就是布料多了一些，对。彩排风比较大，真的哎，那个彩排完那个刘海都直接撒油拿了，谢谢光泰的泡在一起。今天还是可可，还可以可可爱爱的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可可爱爱的，多了一层背心。蛮实际的，多了一层背心。谢谢大家的红玫瑰，大家抢红包同时也别忘了追踪一下我哦，耶！你在准备？谢谢。还在想，我在想，在看我的公式应该要怎么办呢？谢谢黑杰克的会员票。布幕挡风，真的没有，我很怕我跳一跳，然后我就人就不见了，公司都加不了了。我也希望呢，布料可以再多一点，才不会冷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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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衣服跟墙壁的音乐，对呀、啊，北原，你不要害我把它念出来哦，太多又跳到热。但可是就华丽华丽华丽丽，圣诞帽 T， 不下单不了手提，你说华丽丽吗？华丽丽，甜丽丽。对啊，我这边头发短的比较严重。盖去我外套的服装有啊，夕阳，请我设计，我要怎么设计？那我就是把它，就是全部都弄水钻的。华丽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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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今天会穿夕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会穿夕阳？
闪亮亮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，哩哩哩。跳不动，会吗？乐团是超高，谢谢，不要再叫我画画了，我就说谢谢大家。这样跳不了路吗？而且那个鞋跟太细，这样上了好几个没有。全部水钻那个跳完，大家会趴在地上找水钻，腿没有崩的那天，真的超爆神奇的歌单。演唱后，对啦，但最后应该是那个吧，夕阳，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小菊。小菊其实那件外面那件，蛮棒的。蛮扎实的，啊不对，一秒也蛮扎实的，但我觉得小菊比较贴一点，一秒比较松一点。小菊啊，可是小菊是这里啊，小菊到这里，小菊的长度到这里。而且我觉得小菊可能就是很贴身这样子，蛮紧，不是因为变胖，就是她的就是型就蛮紧的这样子，版啦版型。犯傻水准，但我很喜欢穿小菊，各种意义上的喜欢小菊。谢谢冰川选的小暖阳。当初真啊没有哎，小菊很棒哎，我很爱小菊。小菊很棒，质量超好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了。小菊质量超好，料子很好，那个布的料子，弓也很细。谢谢小野木的好多浪 life 彩券，对，还有写名字，没有，每一件制服都有写名字。现在头发画过完了吗？我都有那个小菊配过金色了，还好啦，都不会怪了。衣服不是用磅数吧？衣服怎么会是用磅数？那 reset 的衣服呢？我比较喜欢 Unich 的，质量好才需要省布料，不是吧？为什么要省布料？制服应该不会 care 舒不舒适，你穿衣服会不会 care 舒不舒适？怎么会问一个这么可爱的问题？你穿任何衣服应该都会在意舒不舒适吧？它一定会比较紧，没错，但是还是会有穿着舒不舒服的那个。不要多贵。谢谢阿北的缘分相遇，好料子比较贵啊，对啊，可是，算了。怕讲错话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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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尺度够不够啊？小菊配的鞋子不好穿。我们还是不要乱说话。对，不然我怕你们哪一天就看不到我了。永远是好看的 T， 没有啊，穿舒服也很重要。像 TTP 的衣服就很舒服，也很薄。谢谢中影的啾啾你哦。
夏天超适合穿 DTP， 因为超凉。谢谢 Tin 的戳戳你。对啊 ，DTP 很久没出现，也蛮轻的。舒服的点是什么？那你穿衣服舒服的点是什么？但我觉得 TTP 其实蛮好看的，就是就设计来说，我蛮喜欢 TTP 的。真的 TTP 真的很久没出现了，透气不会热，那就应该就差不多就是这些。就 TTP 其实很适合夏天去商演的时候穿。大家可以差不多可以来打内容了，明天可能要改一下时间，工作关系。明天可能要改一下时间，但应该会改对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友善的时间，应该会改晚上，应该会改晚上，应该是改晚了，没有意外的话。黎明前悄然靠岸停泊，谢谢数学课本救救你哦，耶、yeah ！谢谢庄颖的吻手礼，大家差不多可以来打内容喽。对，嗯嗯嗯嗯，谢谢豹子的一封信。好，等我的通知。大家还喜欢那个现实动态的部分吗？谢谢阿龟的行李箱，谢谢婆婆的幸运四叶草。龟龟，你最近越来越少我了，龟龟。谢谢婆婆的行李箱，谢谢光台的视图会员票。半张，那边超赞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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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看到一张照片，我跟面面看起来好像姐妹哦，两个都绑马尾，然后两个人的表情都一样。三照片那个没有每一个。那你们喜欢婚纱的吗？喜欢婚纱的吗？那婚纱那个你们喜欢哪一张？还有瓦鲁库里，谢谢光泰的浪小宝方式组。婚纱就放一点点的影片。わちょわにと銀で作詞だね。これを持って。哦，没有没有声音，只为避免伤害大家耳朵，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放声音。没有，可是那天其实对对，就差不多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我已经给你们影片了，我已经偷偷给你们影片了。现场声音很爆吗？没有，我的声音很爆。你们可以自己，你们可以自己，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手机？好，来。ワクワクしてるわ、調和にと銀で作詞だね。好。还是感谢照片，什么的照片，感谢大家各种的应援，虽然我都没有去到，因为我的生日直接被关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呢后来就世界忙，
我就这样忙了一个月，然后我被关的期间我完全没有办法去，我真的是完全完美的错过了耶，完美的错过了。对，我这个月也世界忙，对，所以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大家错过了。对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我有家人们有替我去看了所有的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歌。包子，你怎么今天也特别有？请好好休息，好的。我独特的家，完美的感觉。对于都很有元气，对，我希望可以继续有元气下去。完全就是在人家。好了，大家打好内容了吗？差不多来念榜了。谢谢婆婆的啾啾你哦。我的眉毛已经被我磨掉了。耶！谢谢天灵的香槟 level one， 谢谢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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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啦，念榜喽！谢谢拼拼的吻手礼，大家今天觉得如何呢？过得还好吗？让大家比拼一下，对啊，第一名是 Drunken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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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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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名是天灵，谢谢天灵，你的直播辛苦了，那些人家都是你好的，谢谢第二名的天灵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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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谢第二名的天灵，谢谢天灵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大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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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谢谢第三名的大风，谢谢。生日六号的那个姑娘，吉普力工啊，对，现在那个吉普力工人超厉害的。嗯，电视，他们晚上坐缆车看夜景，但是谢飞马主流学业。哦。智慧系，其实就可能是栗子茶屋、栗子馒头、冰淇淋、刨冰。哦，嗨，雷猴。没有，你那个你很不会关门的，你这样子在拖在推着在堵慢，它都还是会卡拉，所以你要把它压着推进去，再把它放开来。真是的。认真工作了。还追我？这右边哦，爱丽丝寿司店，哎，我知道这家很有名哎。嗯，各种什么的呢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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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鸭麻将。鸭麻将是台湾也有开的那个鸭麻将吗？很孤独，台湾那个我这次去趟回来，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明天晚上去吃了，我还憋出病来，没那么夸张啦。谢谢第三名的大风，谢谢大风。第四名是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，谢谢今天出现的益生菌。对的，过年看到你在玩，在玩，谢谢你找我，不会哦，益生菌辛苦了。希望以后还是常常看到你。谢谢第四名的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，谢谢你这样抽空来看，
偷偷跑出来看。谢谢第四名的益生菌，第五名是博君，谢谢博君。现在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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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完全不知道前两天才把可爱的男生不可爱的，你说米其林宝宝很可爱吗？米其林宝宝，胖胖的宝宝，你们不觉得米其林宝宝很可爱吗？谢谢谢谢谢谢第六名的婆婆，谢谢。第七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好想你了，好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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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第七名的包子，谢谢。第八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。很好吃，吃饱。我们也在休息室吃了牛肉面。谢谢第八名的钟莹，谢谢谢谢钟莹。第九名是 Ting， 谢谢 Ting。Ting， 你有没有拍我的自拍呢？还是你都在拍阿姐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认真拍我？谢谢第九名的 Ting， 谢谢 Ting。第十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。真的辛苦的一场，辛苦丽丽了，不会哦，不会辛苦。都不辛苦，都不辛苦。谢谢第十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。第十一名是浩谦，谢谢浩谦。接着上啾啾你，就算给力的人，他就是很能很能力好人就，请要好好躺在丽丽坑里面，谢谢浩谦。谢谢谢谢第十一名的浩谦，谢谢。第十二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米青有点可爱。张不开眼睛不是米奇，睡过头，真的超赞，对不对？周末见，谢谢第十二名的林果，需要给你点时间咳嗽吗？第十三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台湾的万人小面丸超级可爱的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第十三名的阿基拉，谢谢。不觉得天气很冷，就是要穿的很暖，然后变成一坨马吉在行动吗？谢谢第十三名的阿基拉。第十四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原来如此。谢谢第十四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十五名是阿龟，谢谢阿龟。你一直在的，你确定一直在的？你没有偷偷跑去看别人？谢谢第十五名的阿龟，谢谢谢谢乖乖乖乖，你要多爱我一点啦，你越来越跑越来越远了。第十六名是冰超旋，谢谢冰超旋，冰超旋旋旋旋旋。欢迎丽丽正二群，请问有姐还无姐没有？她是一生都会跟在你旁边的。但愿丽心病毒的你，个人鲜奶抹鸡，鲜奶抹鸡很好吃哎。鲜奶抹鸡，库里加马蛋呢？哈塞萨马蛋呢？真的很不尊重啦，对，没有，他也没有，他也很喜欢欺负我。然后今天那个牛肉面，然后我说，哎，居然有拉瑞姐姐的份，然后就说，哦，没有我的，我就拿你的来吃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我该减肥，哪有，我很瘦，我很瘦好吗？我哪需要减肥？
太过分了。最长了的你，最常见啦，哈谁上？感谢今天，感谢有主人，应该后天见，后天见啦，宝啊，宝啊，后天见。一直很蛮吃的笑水，但是但是大家都有事情，大哥没有，没有事，大哥在淋雨。啊，桂林，喏，奶奶的，ありました。哈西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。桂林ちゃん可愛い。奶奶连便当都没有。进不去公园，为何？为何？好啦。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啦，明天直播见，会改晚哦。